我们现在厨中勇士的装扮是这样子，nice，非常的危险啊！这个蜘蛛，哎，我希望我有一把激光枪，就是这样子。我非常希望我有把激光枪。最后我们抓住了这个小家伙，no，是一个大家伙。哦，它还在动。它好像是陷阱门蛛。然后在抓捕的过程中，可怜的小家伙断了一条腿。还是挺大的，啊，真的好大。